这个甲鱼你看，这么独大，哇！你知道我是吃啥呢？给你们展示一下咱家这个甲鱼，发的都是活的啊、哦！下面小黄车里有，你们想吃的话你们去买，然后不会做的话你们私信我，然后我教你们去做。你们看，哇哇哇！吃了，拍个封面。这甲鱼脑袋，我吃壳吧哈，吃壳吧，胶原蛋白。到后，那多宽？厘米。就开这价。我分的这么粗啊，我分这么粗啊，你这样你就老下了揍你。老爸，我就是不会，就是给你磕了五块啊，你要五块，你要五块，他五块，我不交。两王要五块吗？有两王，好吗？这盘关键是咋的？杀骨，是不是？你咋的？你咋的？你管你杀骨干啥的？吃着可筋道了，干嘛？好吃。第二个头子。你看它一条腿，这个甲鱼一条腿就这么大，嗯，而且这甲鱼除了它那个壳那个裙边，就是这个腿上全是瘦肉，看，回家做一个清炖，这个红烧，这个麻辣，或跟小鸡一起炖哈，这是黄油。拍个段子，这衣服废了。好吃。有点儿太烂了。我没有酒，你不给我，我八九。八九嘛，八九拍九，我下六吧，不然就完了。他这个加外面一个。